这个爪子的话，一般爪子这里没有打开的情况下，或者这里夹不紧的情况下，一般情况是这些卡环松动了，它才会导致的。只要正常情况下，平时观察不要有卡住它一个爪子，就不会有掉卡环。卡环的话，我会帮你们配一点过去的。是不是？